我跟你们买说，来这个一起十多打人一的盘。皮肤一定得买一个啊！赶紧买，再买，再不买，错过一年。抓野，他奶奶的！我下来了，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！哎，什么要不死？给我，哥哥你哥哥才是。哎，人满人满人满，就能。哎 ，nice！ 咱们再打个蹲。走，哎呦，漂亮！好起来了。好起来了，兄弟们，好起来了 ！Open， 希望他能 Open 好吧？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，这波一拍，出个多蓝戒还是出个小戒指呢？小戒指吧，小戒指加蓝。梦幻开局零二三，可以。我们上中刚好，我们上野下一个人头，中路三个助攻，完美。中路拿个人头好像也还行。中路不需要人头，中路拿个人头也就那样，他是个卡牌。对吧？可以直接去这个人骂的红，哦，人骂的蓝，哎，我没事，还来得及。噔噔噔。Nice， 他们下路没治疗的，我们的下路还有治疗跟你的，他们下路怎么打？哎呀，一稀巴烂！哎呀，这人马为什么要回来踢我？这人马有点癌症晚期了，兄弟们。他半血，他要回来踢我一脚。他本来能跑的，他非要回来踢我，我也不知道他想干嘛。来吧，德赛，德赛 VS 德后。哎，这都能遇到呢，把闪现打出来。哎，我被减速了。我还看没那个闪现，一级惨交了。啊，上面一掉，都还行吧，闪现没了，下面没杀。哎，这猴的英雄啊，推线是真慢，推一半我回来了。所谓的，我现在是优势，这边人嘛没起来就行。这头这波能杀呀、啊，他要推直播线，我给你点个数就行。看位置，看位置。哎，呀，25没拿着。下路怎么反面回家呢？
在这边克六级之前抓他一波，把他双 buff 拉回来。六级之前断他不节奏。我扣你一下，我再拍你一下。我再抽你一下，拍地板了。阿古里探个死吧。哦，我吐了。差一点点还是被他电到，这卡玛没闪现没出去。哎呦，人有点多，差一点点，再蹭两点，伤害不够。艾克的什么了啊？艾克交船了，我有船，猴没船，但这波我得船上了。下波可以看下午船过来。我不船了，我那什么了。下波船过来。不过他们这个辅助传送过来有点致命。人吧。四级的抠感觉怎么把六球感觉是碰到什么勇气可嘉呀。人马没大了，这不这人马来的真慢，等了他半天这才过呀。那可以，这不我们可以再杀波猴子，我把杀过来了。可以，他没有大了，而且没有闪了。OK， 这波他死了。石头人打猴特别好打呀，好打的，特别特别好打，好打的不行。完了，下路死了。他出来，我直接大他。上，直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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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。你不用，你直接上就行，你直接上，直接上。你直接上，我俩随便杀他，我带个扫描。哎，他没有大，他没有闪，他跑不了。假装走了，然后其实再跳回去杀人吧。我帮你一波啊！不用不用不用，他走。OK， 我把夹过来，直接起飞了。这猴子现在是个废物了呀！往上走，上吧，再来一下，还有阿伟，他没大，卡白飞可以，这人上头了，先闪现杀我，头，哎，别让他回去了，干嘛呀？还有大人，还有大人，大人干嘛也可以杀呀，兄弟。
给他一个扣。哎呀 ，nice！ 这个峡谷还打不？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下不得打了，下不打了。很多钱，看我多少钱。游戏结束。拿下，兄弟们！我已经无敌了。不无敌了，好吧？那我也无敌，直接起飞。你也无敌了。我肯定无敌了呀！你不看一下人骂啥装备，我啥装备？我也不知道谁给这边骂了自信还要来踹我，这骂确实有点老淤血，好吧。兄弟们，赶快去买防 plus 皮肤啊，特别好用，这石头人的皮肤。我跟你们说，真的。哎，石头 ，CJ 死了有点可惜 ，CJ 怎么会这么这个很干啥的？这个骂太疯了，这太挺疯了，所以他见到我还要跟我打。干啥呢？你看我。打个猴越塔直接满血杀，你就明白这个皮肤到底有多好用了。不是骂打人还不要过，挺大招。哎，艾克是真难杀，艾克我跟卡莱这两英雄，他出个。我有船。哎，我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嗨呀，不交钱，就凭你们俩也要杀我？杀得好，给你一个人头，又怎么样？哼！这猴也有闪现，这个确实我没料到啊。忘了这个猴他有闪现了，我给忘了。谁的人头啊？艾克的吧？艾克的不行啊。你这个老猴好像有点嚣张啊。嗯。你给我死。打个蓝的，刚才蓝还有。杀完，杀完，杀！大人说了，直接起飞。为什么感觉对面崩了还可以跟我们支吧支吧，我们家崩了就跟对面就支吧不了了呢，兄弟？因为对面中单比我们中单不有用多，你看对面中单，他们现在崩了吗？他们中单没崩啊，他们中单玩的可以，所以他们就可以跟我们就可以跟对面，他们就可以跟我们打一下。我们崩了就我们中单直接也崩，那肯定打不了嘞。跑什么玩意儿？小心点，艾克会。艾克是个屁，艾克。他俩敢动我，我把他俩都给杀了。艾克没闪没大了，你看到他敢动我？
我的第一波，我这波天来多，我又闪一块。哎呦哇，老猴，有点意思啊！居然给他跑了，他治疗怎么没给到我？给了我25。这治疗没给到我，然后这巴德守护者也没给我触发。为什么车不给钱啊？加了他三级，我让你出破败啊！你就除，对，你就把破败除出来，我看你啥地儿能除出来，你就一直出破败。六蓝，我已经兵权了，你还没有破败。哦，我才发现为什么我伤害低了，是一级我点没点大招。怪不得没买那个艾特秒的。我现在就横着走，你看着没有？就没有人敢拦着我，拦不住，势不可挡。兄弟，这支援我就不支援了，我决定把这猴给他干废。哎，这个上路我要定了，猴去了，让他去，我才二塔。要不来把高地破了吧？可以。上推。这我得支援一手了。你得支援。你大吗？你真吗？那必须是能大的。哎，你来一口，别再给我刮痧吧你。一波呢？一波。我给你来扛，我给你来。我打到他，只打他们，还想支吧支吧，踩塔，多一多一多，个老头。打牌要死了，可是我五杀了，我五杀了。哎，那你来，呀，烫死一个，这不赖我啊，这是烫死的，我都没打他，耽误死了，没事，这艾克不交大，这傻逼艾克，没耐他，被迫杀人。等会儿，我这大招没放呢，哎呀，我这大一招，拿下。故意的，他烫死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这直接烫死。